不知不觉中，舞台二零二三已经开播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但在绝大部分观众的心中，总感觉这档节目才刚刚开播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，主要还是因为该节目的导师优秀，怎么看都看不够，所以才不会觉得他有些冗长。其中，大魔王周深的热度最高，能够在多位舞台推荐人中脱颖而出，并非偶然。与芒果台的《时光音乐会二》一样，周深在节目中一人分饰多角。 既是导师，也是主持人，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换做其他音综，导师只需在舞台上稍作指点就可以了。反观周深，每次公演前都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学员进行一对一指导。二公舞台结束后，奥斯卡跟蔡维泽惨遭淘汰，看着他们一个个的离开，周深的内心很不是滋味。宣布完所有结果之后，还是没绷住，哭了出来。 直言很感谢两位学员对自己的信任，一边说一边流泪，一系列走心举动戳中了很多歌迷的泪点，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。对于被淘汰的选手而言，未必就是一件坏事。虽然离开了舞台，但得到了前辈周深的指点，也算是一次成长。只要向周深学习，脚踏实地的做好音乐，出这儿是迟早的事情。轮到三公舞台时。 节目组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升级，赛制变成了联盟之战套路，跟芒果台的《乘风破浪》和《披荆斩棘》一样，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而已。与前几期节目一样，选手 battle 舞台正式开启前，先是导师的开场秀。出舞台时，周深炸裂开唱，演唱了《流浪地球二》的主题曲《人世》，活生生把一场导师舞台秀变成了殿堂级表演。用节目组的话说。 周深的打样舞台为所有学员都开了一个好头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如果没有周深的人士，首期节目很难拿下全网收视率第一。这次则是与国际舞台推荐人朴宰范强强联手，选区为朴宰范的英文代表作《Jester Dad》。不少网友都特别纳闷明明是一档国内的音综，朴宰范为什么不翻唱周深的单曲？究其原因，并不复杂，因为朴宰范的中文有限。 让他在短时间消化周深的高难度曲目，压根儿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再看周深，一直都是华语乐坛中出了名儿的语言小天才，精通各国语言，比方说日语、英语、德语,语、泰语等等。也就是说，演唱这首英文单曲，完全是为了迁就外籍艺人朴宰范。高情商举动让很多歌迷都联想到了之前的《天赐的声音三》中的名场面，每次都会把高光时刻让给队友。 自己则化身为最强辅助，侧面也更加说明朴宰范非常欣赏周深这位华语歌手，不然的话也不会急于跟周深同框合作了。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，在这之前从未听过朴宰范的这首单曲，前奏一响，代入感极强，舞台布景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大型音综。朴宰范率先开嗓，发挥得非常稳定，周深第二段接唱，一袭白衣惊艳亮相。 造型看上去像极了童话世界里的白马王子，天籁之音一出来后，立马就引起了全场的尖叫。隔着屏幕都能听到有观众在喊他的名字，舞台感染力极强。每次听周深演唱英文单曲，都会不禁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不仅发音标准，唱功更是不逊色于原唱。教科书式唱功为这首《j e s t Like》赋予了新的灵魂。当二人并肩走到一起时。 不少歌迷都在弹幕直呼：“这是不花钱就可以看到的神仙名场面吗？”虽然是两个人表演，但绝大部分观众的注意力都在周深的身上。不愧是国家队实力唱将，又一次为舞台二零二三贡献了一个高能时刻。仅凭周深跟朴宰范的合作舞台，节目组就不用发愁三公会没有高收视率了。表面上看，只是音综节目中的一个表演舞台，事实上。 周深代表了整个华语乐坛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废镜头，只有周深的走心演绎，最后用一段绝美吟唱完美收场。当镜头定格在周深身上时，不知道俘获了多少路人的芳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舞台秀结束之后，周深第一时间就被推上了微博热搜。除了自家歌迷赞不绝口外，无形当中还让朴宰范的这首英文单曲迎来了二次翻红。要知道。 很多观众都是通过周深的翻唱才知道的这首单曲，这就是实力派偶像的作用。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全网的广泛热议。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跟朴宰范的合作舞台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？